你看我怎么坑富婆零花钱的，老婆，这两天我胸那油有点不大对劲，油这蹭的往上瞅不拉几。那咋整啊？那你给我转2000块钱，我去看看呗。哎，等等，你是不是用肥皂呀、沐浴露啥的去洗下边了？对呀，不顺便就洗了吗？哎，我都跟你说了，那玩意儿不能多用，那些肥皂呀、沐浴露哈，大部分都是碱性的，像你们那里哈是弱酸性的，你用多了之后不就酸碱不平衡了吗？那你说怎么弄？ 这个哈是妇炎洁家的男士专用护理液，就它这pH值哈刚刚好，就特别温和的，而且这个洗完之后呢，就是有那种我们女人特别喜欢那种费洛蒙还有淡淡那种古龙香水的味道。每次呢一到两泵就可以了，用完之后哈，就是凉凉的，特别舒服。重点它的抑菌率哈能达到4个就呢。它这个呢是植物萃取的，而且妇炎洁是家专门干这个的，好几十年的国货老品牌了，咱用的就比较放心。现在买2瓶哈还更划算呢，你以后哈千万不要再用肥皂呀、沐浴露去洗下边了，赶紧试试这个吧，拿。